有请。许慧欣身体里充满了澎湃的音乐细胞和跳舞的热血，在美国长大的她对民歌了解甚少，但却不影响她对祖国文化的热爱。受到热爱唱歌的妈妈熏陶，本期做客民歌大会的她将为我们带来儿时摇篮旁的记忆。这首歌呢，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很美丽的歌曲，其实它是有一种大自然的甜美跟浪漫，我觉得是一个还蛮梦幻的一首歌。它的有一些转音是从低转到高，然后还要中间转音几个音，我觉得这些部分是如果没有办法听清楚自己的声音，就会比较不好掌握，可是我会尽量，我会努力。欢迎许慧欣，好，耶耶耶，你好，谢谢您，谢谢您来帮我们西北队，谢谢。从小在美国长大，对不对？是。美国哪个地方？德州。德州。德州。那在那边的时候，那个华人们会不会也经常听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民歌或者是小调？其实我们接触的中国音乐真的比较少，可是有一些音乐真的是从爸爸妈妈就是听来的。这首歌也是吗？这首歌也是妈妈有唱过给我听，然后也是小时候也有另外一首，可是我有点忘记那首歌叫什么，是那个。王洛宾先生的那个青春舞曲，暖阳的台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别人那要有，别人那要有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因为许慧欣其实她的这个声音啊是非常甜美的，而且是很有这个可塑性很强。我听过你用那个很小孩子的声音啊，就童声来演唱。因为这首青春舞曲呢，你能不能就是用你自己特别的声音来演绎一下？对，就像两三岁的小孩唱青春舞曲。哎，我想一想。
别跟那悠悠，哦，别跟那悠悠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。哇！因为这种唱就是在你德州生活的时候的小的时候的那些儿歌，或者是当地的一些民歌民谣吗？哦。好，那我就唱那个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因为这个大家也知道。星闪，一闪一闪，亮晶晶，对。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， Up above the world so high， Like a diamond in the sky，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，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。 这是我们西北队的嘉宾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跟你说，我们东南队还没出来。给我们形容一下，透几个信息，让我们猜测一下。这是一位国际巨星，他的外形亮丽到让你眼睛都不敢斜视，而且他拍的每一部影视剧都是大卖的。他还会唱歌，而且唱得非常之好听。见过重量级的嘉宾，你肯定没见过这么重量级的嘉宾。哦，比我还重吗？有多重，你知道吗？广告之后马上出场。接下来您将看到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情歌对唱，内敛稳重的齐重瑞居然与成熟美丽的宁静共同演唱一曲《夫妻双双把家还》。我师父今天是放的最开的了，他在女儿国王的那一集里头他都不敢那么放肆。两人究竟会有怎样令人惊艳的表现呢？空前绝后的表演您绝对不能错过。见过重量级的嘉宾，你肯定没见过这么重量级的嘉宾。哦，比我还重吗？那他就是宁静，让我们掌声有请。通过成功出演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《黄河绝恋》《孝庄秘史》等多部影视剧后，宁静纯熟的演技和出众的外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来自少数民族地区的她，骨子里继承了能歌善舞的多种基因。本期民歌大会，我们将用耳朵来倾听她带来的清静淡然之感，来了解她音乐中的另一面。闪亮登场。哇，你真可以，你把他请来了。许慧欣如果说是请来一位仙女的话，我们这位就是一位侠女嘛，你看看。对，她当年是我们上戏的牡丹，是一朵黑牡丹，是吧？平时喜欢民歌吗？
我很喜欢的。你最喜欢的或者最常唱的民歌有哪些？刚才这首就是。算一个。桃花红。桃花红还有吗？还有那个就太难唱了，就近一点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东南嘛，贵州旁边就是广西，广西，广西是民歌之乡。刘三姐，刘三姐，刘三姐怎么样？壮族的，刘三姐想不想听？可以吗？各位想不想听刘三姐？来，刘三姐，哪一段？我不是藤缠树。哦，藤缠树。山中只见你。树啊，世上哪有树啊成藤，青藤我是不成熟，黄过一春嘞又一春，竹子当手说，不管嗓子哑不哑，这个余音绕梁三日不绝。哎，问一下六小龄童老师，你觉得我们这对是不是赢定了？当然了，对，因为宁静的唱啊，不光是音色很有特色，而且唱的感觉非常好，所以我们这一对应该是很自信。对，师傅，师傅您说两句话吧，大师兄说他们赢定了。那个，师傅赢对不对？宁静唱的很好听，但是咱们也还没输。啊，一会儿后咱们再看看，走着瞧。我有个想法啊，能让师傅和宁静唱个歌吗？啊，可以啊。那我唱师傅，师傅，我跟你说，一般人唱歌，这个声音是直接打到你的耳膜，对不对？嗯，他是唱到你的骨子里面，你没觉得酥掉了吗？那我们就请最有抵抗力的来，师傅，来有请，池老师，师傅有请，唱什么呀？都没有准备。哎，你好，随便来两句对唱好不好？夫妻双双把家还，夫妻双双把家还也行。师傅今天是放的最开的了，他在女儿国王的那一集里头，他都不敢那么放肆。好，再一次掌声感谢，谢谢师傅，谢谢。其实我跟你说，今天宁静来到我们现场，准备了一首内蒙古歌曲。哦，真的吗？厉害吧？我新学的。鸿雁。哇，这个很难呐。那个歌不好唱。太难。来，掌声有请鸿雁。鸿雁。鸿雁，天空上对对排成。
上琴声忧伤，红颜向南方，飞过芦苇荡，天苍茫，雁何往，心中是北方家园。放家乡，我宣布本场东南队获胜。喂，我们再次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非常动听歌曲，谢谢。休息一下，休息一下，谢谢。今天我有一种志在必得的感觉。刚才呢是四位嘉宾的一个出场演唱，是他们呢各自已经热身完了，而且呢这个现场的气氛还是非常的火爆的，每个人都有很多歌想唱，但是我想两位一样的，我们每次呢都是给你们一个演唱的机会，特别是你们作为代表的嘉宾，领队者呢要把你们家乡唱出来。不，我觉得不要了。你不唱是吗？不，那算了。我是担心他。哎，为什么担心我？因为他最近声带发炎嘛，他。对对对。啊，唱不了，他一定输给我，所以说我觉得不要。我把牙全部拔光也赢得了你。今天呢，其实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唱民歌的，我们场上没有一位是专业的纯唱民歌的歌手，都是比如唱流行歌曲的，或者是戏曲的演员，他们都是用心在唱民歌。所以今天两位，请你们用心唱出你们家乡的民歌。没问题。有请刘刚。好嘞，我来自安徽的凤阳花鼓，好吧。十多哎呀嘞嘿呦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隆咚飘一飘，嘚儿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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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飘飘一嘚儿嘚儿飘一飘。谢谢，掌声有请戴军，太湖美。唱歌唱得好，真的要是喜欢那个地方才会唱得好。是，如果你对那个地方一点感情都没有，唱出来一定是干巴巴的。对，那你继续再命题，再命题。哎，接下来我就要命这个题呢，是给我们四位现场的嘉宾的。哦，哎，这些嘉宾们呢，我想刚才那个你唱的是跟水有关的，所以我们就以水为题，江河为题。江河湖海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带水的就行。西北队商量一下，拍谁好吗？我们长江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，滋润了我们华夏儿女，都可以。我们派宁静，我们派师傅。那请问到底是师傅先来吧？师傅先来
江河水，唱个带水的。您唱什么？带水的，唱个带水的，唱那个《乌苏里船歌》。哎，掌声有请《乌苏里船歌》。给我们带来什么歌？来，我们要了解一下，什么歌？山歌好比春江水。来，掌声有请宁静。有请。感谢东南队宁静，谢谢，谢谢，精彩的歌曲。
从民歌大比拼的表现上看，西北队池中瑞的老练稳重以及东南队宁静的放情歌唱，无不显示了两队队员对胜利的无限渴望。接下来节目中将请出两位来自云南的哈尼族原生态歌手，为我们带来最纯净声音的同时，也为嘉宾们带来了另一个颇具难度的挑战项目，嘉宾们又会表现如何呢？广告过后为您献上。今天你给我们请来什么音乐达人了吗？对，今天我请到的是来自云南哈尼族的爱尼人米谢和他的弟弟有包五。来来来，有请两位。好，来，米谢和包五是哈尼族的爱尼人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两位先给我们唱首爱尼民歌好吗？爱尼的情歌。情歌，情歌。来来来来，好，谢谢，谢谢花脸。受过感情的创伤比较多一点，怎么可能？弟弟只有20岁耶。不是，因为我感觉怎么像，真的像兄妹俩。对啊，好多人都这样说，因为他留的是胡子嘛。然后我头发也比较卷。来说说看你们哈尼族的一些特别的风俗习惯，我们好不好？找一个人来学，好吧？来来，慧心来。慧心，我们来学哈尼族的风俗，然后我们还学学哈尼族的语言，好不好？对，我想学什么呢？就是因为少数民族，特别是在这个云南的广西的，特别喜欢在晚上的时候有篝火，然后一起跳锅庄舞这样的。能不给我们教我们几个动作？他很会跳舞，他是天生学舞蹈的。哎，但是那个是这样子跳的比较多一些。你就跳一下，就这样。然后，东巴菜，东巴菜。东巴马草莫去那个娘家来草嘞，东巴草，东巴草。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我们去健身房锻炼之前的舞蹈暖身，对它对膝盖很有好处。我觉得今天那个米线来到这里了，他要教我们一门绝技，就是吹树叶。对，用树叶吹歌。来吹一个爱你族的乐曲给我们。好，各位来请，听好了。哇，这怎么吹的？气是往上出，两边也不要出，下面也不要出。是我在说话。哎，说话，你来，比如说打个招呼，就说鸡血拼你好。
哎，来说民歌大会真好看。哦，这个太神奇了。你如果你这样吹一段话，我们能猜猜看，猜出来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好啊。好，来听听看。师傅一定知道他在吹什么。师傅知道吗？是郑婷不刚那个让说两个人谈恋爱啊？啊，对，这个是一个人说的话。这个是一个人说的话，对。他说了什么？他在说什么？在说自己，对。在说自己，好像那个是不是家里边不同意、啊？因为内心深处想的好复杂。我个人听的感觉像是，是吗？师兄，你觉得他吹的是什么含义？我觉得他是不是问他爱不爱他？是不是这意思？宁静，你觉得呢？就是因为我在说，因为二十几岁，就像我们爱你的话，就说年龄比较偏大了，然后就说都要结婚了，还没有找到，还没有找到自己，就怎么说呢？就因为出来外面或者是什么，没人我喜欢的人呢，他又不喜欢我，怎么这样子，就比较比较复杂，比较复杂。因为他开始里面音乐旋律就基本上是，哎，我先这样吧，我一个人，我好辛苦，孤单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请场上的四位嘉宾分别呢来试试看，你们能不能发出声音，不一定要成调子，就一定要是这样子。啊，折一折哈，这样吧，折一折。然后每个人都到话筒这边来试试看啊。轻轻的，靠震动，轻轻的。来，有请第一位是我们的池老师。加油！加油！我挺笨的，可能会让你们失望，可能吹不响。我们已经失望了，万一你吹响了，我们就更高兴嘛，对不对？巧劲，不用使劲，师傅。他捏的特别紧，要松一点，要松一点。哎，有点意思。什么有点意思？他在配音，他配音的。是他的。来来来，慧心，我们看看你的好吧。这个如果弄得好的话，下次专辑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伴奏了。两边这个手一定要正规一点啊。什么时候想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吹，是吗？来，因为这个树叶，不是一下子就能学会的，这它没有音，要自己来掌握就可以了。来，下面我们是宁静，宁静，宁静，吹响就行。加油！哎，不行！我还想表演个双簧来，他在那边不行，你这个不行。来，下面我们请六小龄童老师。不行，猴哥。哎，您模仿猴子这么像，七十二变呢，特别强。气质就中间流出来的。那他那是不是我的？经过双方队长以及嘉宾们两轮中的激情对抗，现场再一次出现不分伯仲的状况。接下来到场的三位老艺术家即将用他们手中的花环告诉我们，今天哪一队的表现能让他们更加满意。千万别走开，广告回来答案即将揭晓。这个东南队西北队的歌呢都是经典，但是呢下面要请三位艺术家要做出您的决断了，到底手中的这个花环您会送给东南呢还是送给西北？首先我们就请李光羲老师，你选择。我是给谁呀？这个是六小龄童先生，大家听我说啊，他是戏曲演员，本身就有唱功，所以他唱得好是当然的，所以我今天把这个给池老师。好，
谢谢老师。哎，下面呢，我们请你们夫妻俩到底是一个答案呢，还是两个答案呢？我给谁是吧？对，你给那个瘦的，还是给这个胖的？我呀、啊，对，咱们俩体型也差不多，对吧？您呢？我只能选择胖的。胖的。为什么要选胖的？我。他们一家两口总得有一个，你们两个一辈子都没闹过纠纷啊！那是个好孩子，我看看，我也是好孩子。啊，谢谢！恭喜我们的西北队这一轮，谢谢师傅，陈瑞，许慧欣，谢谢许慧欣。好，恭喜你们！下面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李光羲老师给我们带来这首经典中的经典《祝酒歌》。酒飘好香，啊，歌声飞。朋友啊，请你干一杯，请你干一杯。胜利的誓约有盼望，杯中洒满。